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，小贤与何守正从去年展开婚变大战，今终于签字落幕。两人是六年前在纽约蜜月登记结婚，今在内湖行政中心办理离婚。但现场出现媒体，小贤一到就发脸书开炮，认为是何守正那边放的消息。何守正一边办离婚，一边被问此事，他也无辜表示不知是谁发离婚消息。小贤说，办离婚本来就希望低调的完成，私事不需再劳师动众。他说他不知道，他也很傻眼。我相信何先生不会做这样事情。至于是谁，我相信那个人自己心里有数。左小贤透露怀疑是何守正委任律师丁玉仁，其实两人去年12月就杠上。因当时小贤在脸书发文，协议中的离婚协议书也曝光，丁律师暴怒，指小贤这一步侵害了律师信誉，双方早就闹翻。对此询问丁律师，他强调自己跟何守正都非常低调，不可能刻意宣传离婚事件，而且他已经挑中午大家吃饭时间人最少，差异消息仍走漏。小贤又何守正离婚最后同框，记者陈奕宽社。